妈妈在这里有很多阿姨陪着我一起度过哟，你们可以放心，你们也在家里加油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努力，度过难关。相信我们一定会战胜肺炎。年夜饭你吃什么？今天吃盒饭。大家加油，武汉加油！我马上就要进到这个隔离病房进去去看我的病人，希望我的每一位战友、每一位医生护士都平平安安，希望我的病人也能平平安安。检查一下，没事吧？不动啊，大家那个抽一个动脉血啊！众志成城，万众一心，加油！希望武汉能够平平安安，我们一起为度过这个难关而奋斗。祝你们新年快乐！